家好，欢迎来到咱第这里上这边现场，我是小英。今天很欢喜的，咱邀请到咱本台这个台务的主播黄玉如小姐来到咱的这边现场，咱请玉如跟咱大家问声好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玉如，小英好。你好，咱今天的主题叫做讲台务。为无啊，干无情啊！今仔日咱请到叶露，其实有一个叫心事的原因吼，因为我甲叶露是咱是足侪年的好朋友，啊，大家可能伫个咱平时无同款的这个channel， 常常有看到咱叶露在报新闻。咱今仔日要请叶露来跟大家讨论的是咱台务主播的理想啊，台务主播的理想到底有啥物心事的代志，也是有啥物无同款的挑战，也够咱台务的新闻对咱台湾这个当代社会。有什么款的意义？好，啊，其实我跟叶露，咱两个人已经是足侪年好朋友，都有甲咱观众朋友讲过，咱其实政治毛伫个同款的电台，无同款的时间啦，伊是我的先輩安尼。叶露嘛，捌伫个就是讲，优待。那做过台务的主播，讲应该算讲，虽然看起来就少年的、少年的这个国主的妹妹，但是其实就主持的，敢会使来讲？应该讲，我想袂到我会当考台语。吃饭，对，哎，佮在这个当做佮遮尼啊，有一段时间久啊，对，所以。其实是为这个咱讲播后，就是电台，嗯、这个播音，啊了后来到这个咱讲目前来看这个咱这个要安怎吼，加咱的台语的这个优雅的这个文理，一个这个优雅的这个音调，会当予咱观众朋友知影吼。所以讲，其实一路伫个这个这么多年来，吼，这个播新闻的过程当中，予咱的观众朋友看到咱台语会当有啥物款的无同款的发挥，也阁有咱今仔日嘛要请咱也有甲咱大家来分享看卖哦。伊伫个这个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，伫这个台语放送啊播新闻的过程当中，吼，也拄着款啥物款的咱其实无想到的代志，应该是讲咱台语的这个播新闻的过程当中有足侪足侪，其实拄着新的这个历史，要安怎去？欢迎哈，所以小戴妈咪请来又来跟咱观众朋友分享哦。啊，但是咱要继续咱的分享，真正咱是不是先来看一段影片？这其实是一个叫别安怎讲哈，就是拄好加行好诶吼，即、这个新闻诶，即个片段是配音诶，小腾腾，是咱的民视新闻台务新闻诶，即个配音诶片段咱来看卖一下。三房听到哎一声，这只猫嫌阴影，随外头将伊的影甲抱起来。经过五点钟，伊总算生囝，体重186公斤，甲伊啊同款是查某的。上过七年，伊伊搁再生囝，伊即嘛是真照顾伊的影。要么自一早8点外开始，规生产过程无讲真顺遂，那像是落袂温啊天嘛，影一直拢无啉着奶。保育员将婴儿给带出来，用婴儿的奶给吃。没有喝到母乳的情况下，最先的阶段其实我们担心的是怕他会脱水，脱水体重会往下掉。所以从昨天拿出来，我们也发现说他背上其实有一个小小的伤口，那这个伤口就必须要赶快处理。伊伊无注意，甲夹着伤，甲再空嘴，我那无要紧。这个幼囝，我那真好嘴到，已经啉四瓶奶啊，拢总18cc。这摆大鸟熊家族各加一个成员，伊伊这七年经过六遍人工受精，才顺利有新。希望是不是有机会收集小宝宝的一些个性行为的状态，那提供给命名活动时候参考。元仔是7月6号出生嘛，大概也是隔了半年在，旧历年前能够跟大家见面。那今年是不是能在圣诞节前后，我们就尽量努力。伊伊是2013年生婴啊，当时动物园阁有替录影，7月初满7岁进前，即马做大姐啊。小妹要何什么名呢？到以后成长过程当中，嘛要像伊啊同款，和大家做伙来替号名。民视新闻台北报道。民视新闻台北报道。
听到这个声音哦，感觉足亲切的。我特别来看咱平时新闻，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知道啊，这是叶如今妈咧配音哦。但是伊讲，哪咧配音，你阿妈是定定伫个咱的这个镜头头前，甲咱观众朋友见面哦。伊是安怎讲吼，就是会当直接用这个台本写新闻稿，而这个主播吼，其实这不是每一个主播，还是讲每一个诶记者拢会当做会到的。我感觉这是长期以来吼。练口讲练出来吼，对这个台语的要求足高的主播才做会到的吼，所以第一只嘛，甲咱观众朋友分享啊嘛，甲咱的节目讲多谢吼，我感觉在推广甲推撒台语，我感觉这是足重要的。台语的问题吼，应该甲伊吼，达到我甲写落来，然后大家专注起来，我感觉讲，咱要甲伊标准化，这是足重要的一个，应该爱拍拼吼，咱大家到底来拍拼的一个方向安尼吼。所以咱今嘛大家有看到无？我这个白眼镜摕出来啊吼，来每一集台语。你想台湾拢会邀请到来特别来宾来跟他讲台语，但是因为今日咱的来宾是台语主播吼，即、這个 pro 级的，所以讲咱今日台播袂使出伤简单。拄仔咱看到即个片段，其实是即个 discovery 的这种新闻片段，这是其实动物园的公播版，对，公播版，所以其实是小朋友嘛，写在看啦，对对对对。咱平时的新闻拢是普通级的，大家唔免烦恼，爸爸妈妈买单。啊对，啊，只剩看只广告剧。会安心带咱囡仔看哦，耶！啊，除了就是讲这种无同款的类型以外，应该冇咱最近新闻即马抢抢滚的吼，来讲一个啥物？监察院长提名吼，来你边个讲？刚才一定提名哦，这上简单啦，八百壮士抗议，边个讲？你若要讲八百壮士，这是叫李炳雄来反映。嗯，因为其实咱台语的语法会甲翻作八百勇士。八百勇士哈，壮士跟就是要还做台语勇士卡掉，对对对，应该讲足侪技术，其实咱台语有台语的讲法。哦，你若翻译，翻会当翻出来，因为我翻不一定大家听到，我感觉讲，那差一比安尼。对对对对，哇，就是主播有亲身甲咱指导，就是无同款。无迄个，咱观众朋友常常拢会指教讲，我感觉吼，这安尼讲较好，我感觉吼，迄安尼讲较好。哇，啊，咱就讲是感谢你的指教，咱个有去啦。对呢，安尼，咱拿报新闻，买到拿就是个台湾的这个资料库，讲讲愈变愈宽安尼嘛，多谢咱的观众朋友就热心的打电话来吼，即马是咧主持等待嘛。哎呀，观看你靠着底下，无啦，恭喜你升球啦！谢谢，对对。好，大家今麦要来来来，进行来考试，吼，啊，但是这不是考试啦，其实是这个业务的这个日常内底点点爱去，大家拢爱处理的，这个翻译的问题，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新闻稿礼拜拢是华语写的，所以就马上。爱改改做是代顾，这其实是最厉害。咱起码请来出这条地步吼。啊，那我都无读华语啊，大家人看会到，伫个咱的这个电视顶头都看会到，啊，咱就请咱业务来直接翻译。蔡总统今仔日规工拢伫个台中，一早啊去视察各座新设的高等教练机，头一遍飞行了后，我那参观到做手工具的工厂。总统伊讲哦，伊是伫汽车保养厂大汉的囡仔。所以对这家私产业，伊是真熟悉，有那是真有趣味。蔡总统下晡是来到大都，甲两座庙宇参香，正拄好，这两间庙是拢叫做永顺宫。哇，一路的这个台语吼，都、就是有一个就用啊，这个腔口底下，啊到上尾啊时阵吼，拢会有一个。会结束是不是跟你爱唱歌没关系？没有，跟人家说这是南部腔。哦，南部腔的特别的，一个特别的，一个很漂亮的。我自己是感觉我那时候没啥腔，因为我的老师，韩国老师，我就问他说，老师啊，你感觉我是什么腔？啊，咱知影讲台语嘛，漳州音、泉州音，这是上基本啊。不过即摆吼，拢难做伙啊，所以我有一个新的朋友说，在台湾通行腔，通行腔。我感觉你是主播腔，主播。我就问老师讲，老师我是什么腔？伊讲吼，你出国上久啊，听不出是什么腔，凊彩腔。不过其实我那真正开嘴讲台语的时阵，但大家就讲，你南部人哦，我讲系对，北部人讲，你靠你毛多过北部哦，这个叫主播腔啊，主播腔是你讲的。好啊，今麦第二条，咱台语日常单元的这个题目，其实嘛是来跟咱观众朋友分享，其实也如哦，伊唔那是新闻，就搞咱讲播新闻。
以外呢，尤其是对咱台湾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民俗文化、吼宗教文化嘛，就有研究的。咱今嘛这条题目，咱要请玉如来跟咱大家人分享这边哪套。跟我来对，拢会看得到的，是不是？这先介绍一下背景，因为我爸爸因过世了，我是主管人嘛，阮主管有一个当地信用中心，就是大庙，就是城隍庙。啊，迄阵在做委员的时阵，那刚刚讲做委员，那像做伟大哦，足搞的。对，我来讲。动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庙内底活动足济，哈，比如讲庙，那是咱主神在做生日的时阵，这是上基本的。啊，再来就是可能为着咱地方的需要，诶，像这摆我准备的是南顺的时阵，咱队伍会讲报告。哇，所以就是你来负责给咱，对，好，你还去出公差，哇。所以咱来感想，爸爸，咱嘛袂当讲一句唔买，我讲妈，我要上班，我假请袂出来。伊就敲电话跟你讲，啊，迄落啊，咱庙吼买南顺啊吼，啊，迄落当时到当时，啊，你记回来哦，哎，挂电话，爸爸就是。偷偷的混蛋在阅读变主播呢，这是其实这是咱的荣幸，因为一般连报台记的朋友可能拢无机会去了解物件。有影有影呢，好，咱今麦请阅读来跟咱大家观众朋友分享。为心严律不良情，令下作祟事欢行，显好下节轻不降，血气鲜红定恶行。主管定论成风标，成风遵行，轻风玉指。在近一年，启建七条水火清照，集三天两夜，南顺大典。即马南顺队伍排班列出，虔诚敬意，各甲全天队伍活动。关其圣皇爷公，以众圣助阵，顺下全体人员顺利启程，沿路奉命南顺。哇！即马要来参拜一下。这段话读完了，咱现场的这个气氛都无同款啊，刚无同款，有呢，都感觉讲哇，即马就是仙气渺渺的感觉，飄飄对，有影呢。无呢，其实我登去厝的时阵吼，这是迄个咱庙里的阿姨服务的吼，一日就摕几本，哇，每一张的公报告拢伫无同款的图合，来报上，哇，啊，你都要全部拢去。你去查去念，啊！我讲，我平常时报新闻是真，真报台语是真正常。不过这跟咱一般的台语广播个无共款呢。嗯呢，啊，都拜托咱先拜，念互咱听，啊，咱就学起来啊。哇！所以讲，阅读的这个台语，报新闻的这个。我别讲这个经验是为照顾以前就开始慢慢累积起来，吼，这是我就主亲的这个主播在做的教，因为有机会放你去出公差，感谢爸爸，感谢吴爸爸。啊，接下来咱就今要来问咱的这个业务的这个主播的上，吼，就是你报新闻拢是啥物款的这个时间，吼，啊，你的这个时段是啥物时阵，你的日常是啥物？因为其实我常常问这个问题呢，讲啊，你播什么时段是什么时阵？啊，咱准备要看电视。啊，其实大家头都有听到我配音的大，好、哦，我本质是配音的编辑，就是讲我爱从华语的大甲配做台语大，这是我本质。啊，咱伫咧拜六礼拜也是讲台班的时段。都有报上，才有报新闻，所以时段其实无啥固定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为什么你会做一个台务的主播？你是安怎入来这个无同款的这个领域？头先小燕有讲到，我上头先是对电台开始的，啊，这是我毕业头一份工课。声音就好听的。无呢，迄时敢那想讲哦，我不爱等于高雄。哦，安尼哦，爸爸，你有听到吗？无，咱只是感觉讲哦，咱出来，读新闻科系，啊，你若讲到安尼登去高雄，其实机会较少。嗯，好，这都是因为台北的，加咱讲，台湾的这个南北。资源分配较无遐尼，无啦。其实我绝对袂讲，我是想要留伫咧台北，因为迄个较好熟悉对象。无啦，无啦，毋是啦，毋是啦。其实迄阵是有一个机缘呐，就是讲我六月毕业啊，七月啊，当然咱就想讲会先找一寡工课。啊，你即下履历表，咱讲履历表吼，寄出去了后，想讲若是无一个回音，啊，无咱就可能一个月、两个月找无工课，当然就爱转去高雄啊。啊，正拄好啊，电台就寄。通知来讲，来面试一下，来讲一下哦。啊，来就是叫我试音，试音一下，就叫我来上班。所以我六月毕业，七月就去上班。
啊，我就打电话甲爸爸讲，啊，爸，我找到工课啊，哈，有影无？即马毋是讲足歹找，真好找。哎、欸，有影无？因为查某囝足优秀，所以找工课足简单了呢。哇，遮尼心血的即个故事，咱小蛋广告等下来个请咱个来跟咱分享。欢迎回来，咱台这里上这边现场，我是小英。咱今日足欢喜，请到咱平时台务主播吴叶如小姐来到咱这边现场，跟咱分享台务主播的日常，也告伊为安怎为这个博鳌跟博金来报台务新闻。好啊，接下来咱嘛要请问咱的叶如主播，就是你伫这个报新闻的过程当中，有啥物心事的代志，和你印象最深的故事是啥物？最心事的代志哦，其实真侪呢，因为我感觉上个趣味的所在，就是讲，当当你拄到一个新的技术的时阵，啊，大家淡淡啊讨论啊讨论啊讨论，到尾啊了后，啊，就是这个啦，你就感觉讲，哦，迄真正就有成就感的，对，安尼咱看也得对啊。迄时阵是感觉上个趣味，上个有成就感。所以伫这个台务的这个报新闻的过程当中，常常有一挂新的历史，你白可能这些华固来对嘛是新的历史。嗯，哎，当讲看卖，有只最近的一挂新的案例是啥物？我刚刚讲上个基本的就是日环食，对哦，这边都换业。迄天所有的老师拢咧讨论，咱个敲电话去问，我像我的先拜韩国老师啊，吼，啊，大家拢讲吼，讲话足侪呢，因为日食，咱传统的讲话就是天到食日，对啊，啊，那天到甲提掉，哦，感觉讲这是烟鬼酒，迷信文化当然唔是啦，就讲刚刚讲，卖个用这种方式来去解释，啊，无讲食日。啊，阁有老师讲哦，炸日，嗯，为虾米呢？因为咱知影讲迄原理就是，月娘将日头甲炸掉咧，所以叫做炸日，无讲假日。对啊。啊好，不要紧，假日还是实日，阁有人讲实日。啊，说来咧，啊日环食变哪讲？尾仔咱讨论到尾仔，结果好日环食。哦，上尾仔就是甲叫环食，叫环食，对，从一动作外来技术转右边数安尼换，因为这就是台语会当保持活化上个基本的。当当你一挂新的技术，拢会当用台语落去讲的时阵，这个语言才会继续存在。无你这语言也是一直拢讲旧的物件，对，安尼愈来愈无人用，对，对。啊，搁另外一个经典案例，像修旅车、修旅车。现在我们说修路车是说到很关系，两三年前这种车型打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就在讨论说，啊，这是要怎么好，因为你总不能说 SUV 吧，用意，对，后来我们讨论，后来我们就把动作外来技术转右边数给翻下去，我们先说下去，大家就对我们说，对，就变成说我们在报新闻的过程当中，也是很多时候在做一个我们新的技术，新的不同的理，会记得推广吼，敢袂使安尼讲？嗯，啊，咱平时有一个台语的资料库，哦，每一个老师责任吼，就是爱将你今仔日所听到的技术，也是讲伊伫咧字典内底，那是无这个技术的时阵，你要好一个补落去。咱这个资料库其实足大哦，顶面有各种物件，拢咱华语讲的农林渔牧，啥物拢有。所以讲，那是接下那是够有够较侪的这个主播，伊想要查这个历史，对，当入去做这个检索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系啊吼啊，亲像讲定定人咧讲这个 Facebook， 通常要安怎还？你头都讲的 Facebook， 啊，无得讲英语，无得讲名册。哦，名册，名册，人名册拢会使吼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所以你较惯是讲多一种。名册，名册。我这毛主播会家己会即个习惯吼。哈，啊，即顺便问看嘛，你伫个即个报新闻过程当中上好耍的代志干物？就是除了拄啊拄啊即个发明，还是讲即个推广新的即个技术以外，就是我感觉拢是所谓的意外惊喜。比如讲，外场即马熊熊，奇怪，迄画面来 K K， 咱都爱当然爱听导播指令嘛，啊，导播若讲，来收，来换后一段新闻，好，咱上欢喜。啊，若讲继续讲落去，迄个时阵你都爱即兴表演对，对，好，啊，伫个即个咱的主播台顶，你爱要安怎即兴表演？就是赶紧看画面，即马 K K， 咱得看资料，讲今仔日什么什么款的组合啊，人事时地不全部改讲出来，今仔日什么人伫什么时间来到什么所在，拄着什么代志，现场应该伫个进行什么款的代志。嘿，啊，若是无进行咧，就表示即马还袂进行到位，咱就小等一下。
就是安尼看到广告书，从这个时段，嘿，应该呈现出来的新闻，该讲出来。嗯，哇，啊，这算嘛要讲，就问咱这一路主播吼，就是你感觉讲今仔日这個台语新闻对咱当代台湾社会意义是啥物？这条较严肃一个啦吼，但是就是讲，因为咱今仔日这就是就。笑亏，就欢喜的一集安尼吼，咱都无多爱滴甲咱讲讲，恁较严肃个吼，对，亲像咧开讲安尼，咱观众朋友应该感觉今仔一集就新鲜，啊，但是咱慢慢问一下，就是讲，等下咱这个话题，就是讲台语的这个新闻对咱台湾的意义是啥物？我想，足侪人拢会感觉讲，台语是生活的语言，啊，就是讲咱生活当中咧用的，真侪人会感觉讲，伊不一定会当当做一个当讨论学术。可以讨论文化艺术，可以用来做公共事务的一个意见，其实可以，因为我们平时就在做这种代志、这种代志、我们平时用来讲政治，我们有政论的节目，我们平时用来做戏，我们有戏出的节目，我们平时提供最新的新闻，跟你说用代志来说现在社会上发生什么样的代志。作为一个代志主播，我感觉最大的责任就是你要将你看到的东西全部都变成代志，像咱身躯任何一个部位，你拢会讲会出来，头毛、目睭毛、目睭皮，对，咱屁股，对，就是伫咱的生活的上当中，台语爱变作你的一部分，对，而且你会当用台语去讨论公共事务的时阵，伊才会变作一个咱感觉真正真严肃，甚至讲会当去处理公共事务的一个话语。等到也当用来讨论学术、讨论公共事务的时阵，也给大家会互相认。哎，原来台语嘛当讲这代志，唔是你讲到这复杂的学问，而是讲较复杂的代志的时阵，你都爱当专注话语。对，所以伫个咱的语言的转型正义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咱爱互这个语言也当伫个无同款的空间，拢会当自由的发挥。安尼，咱这个台语才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生命，才慢慢啊行落去。吼，嘛，请咱观众朋友，咱大家到顶来拍拼。吼，啊，最后我要就问咱的主播的，就是讲，你有啥物建议，要互咱这个，也要导入这个台语的这个，报新闻的新的这个，少年朋友。头壳内底不管是拢爱讲台语，拢爱用台语。比如讲，你看到这个物件，你会想看伊台语安怎讲；你看到册内底这段话，你会想讲我用这台语的时阵，我安怎甲伊讲。等等啊，也是讲，看到这个人的时阵，这个小姐真水啊，这个男士真缘投，你要用什么款的语言来将伊的水甲呈现出来？等到你会当用到这个程度的时阵，不是台语主播，你嘛是台语主播。哇！意思就是讲，你要用台语看这个世界，不是干阿讲，安怎甲形容尔？比如讲外国的代志，你安怎用外国的语言，还是讲用台语将外国的物件介绍到咱台湾，介绍给所有人知影？这是咱最基本的责任。哇，多谢一路主播，最后这段话最重要的吼，只要有心，每一个人都会当做台语主播，这是不是一路要甲咱台湾观众朋友讲的吼？欢迎，好，今日足欢喜，咱请了咱一路主播来甲咱观众朋友分享伊台语主播的日常，也够伊有安怎微博啊、搞博情，来甲咱观众朋友到顶播新闻，咱再一次感谢，好，礼拜讲这个时间再会喽，拜拜。拜拜。